中华南洋宫往本港进行，一定伫明年三月进行。今年是轮到老大妈会、甲老四妈会、圣心妈共同主办。庙方今仔日是依照古例举行祭天大仪式，向上天禀报，在月二十二号下半杯选好起盖日子。今号早工作人员就无用准备祭天大布置。因为每年都中华南洋宫往本港进行的行程，将会在二十二号正式颁布确定。中华南洋宫往本港进行，轮到老大妈会、甲老四妈会、圣四妈负责，一定在每年三月起假。伊则往咧老大妈爱食鸡，所以伫行程当中，将会准备丰富祭品。为了要确定起家日子，今仔日工作人员是依照古例举行祭天大仪式，向上天来禀报。每年中华南洋宫前往本港进香，今仔日开始来祭天大三工，祈求上苍吼，会当四福降祥，选了一天上好的这个日子，进行着七天六暝前往本港进香的这个活动吼。那么每年咱是轮得着咱的老大妈会。老四妈会甲圣四妈会，咱咧讲大妈年或者是大妈喜，那么咱咧礼仪内面真明显显出咱咧传统，就是大妈进香爱食鸡，二妈进香爱玩鸡，三妈进香爱聊鸡，这个传统已经发扬了非常的好。那么真侪乡亲时段，咧问讲为什么大妈进香爱食鸡？因为过去咱南庙宫前往本港进香是十二年才轮一届，所以呢。轮到十二年后，第一年就是咱的大妈年，所以家家户户这些信众拢非常的热诚，穿着新礼来祭拜咱中华南庙宫的妈祖吼。那么因为这些顶头行过以后，八肚腰，各家吼拢食掉了，讲个这妈祖食去，所以讲这个礼仪是为这个所在，知影讲咱进香的时阵，足济这些顶头吼，这些信众拢会对着妈祖家婆。走到我們的高雄路，那麼我們現在也積極來發揚光大，希望未來可以成為我們國家無形文化資產。八天七暝高雄路全程用行的，信徒需要月日才能完成。中華南洋宮也邀請鄉親可以做伙來參加，體驗先人對宗教文化的熱誠。新中華新聞，八名林中華採訪報導。